想吃培根不用买，自己在家就能来。可煎可炸涮火锅，做成烧烤也不错。二肥八瘦猪后腿，清洗干净擦干水，肥肉切片放里边，瘦肉切丁搅碎鲜，盐糖酱油少不了，具体调味屏幕找，用量一定要称好，味道正宗才重要。一碗面糊往里倒，面糊比例要协调，一边倒要一边搅，搅拌上劲才叫好。肥肉这时来报道，搅拌搅拌少不了，腌制时间不能少，模具四周刷层油，待会脱模不用愁。肉馅一定要抹平，大的空隙都不行。盖膜扎孔上锅蒸，小火慢蒸30分，出锅脱模待放凉。铁锅锡纸茶叶糖，再次小火蒸金黄，别看它其貌不扬，其实味道很疯狂，不信你就试一试，人人夸你美厨娘。